少年之家今早吃什么？肉包，一千个盆，整装待发。同城夜，距离几十公里呢？我的反应不能及时表达。导演组的哥姐都没有来帮我们忙吗？是不是一年？天别下，几个疑问我总无法解答。哎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太夸张了吧！爱你的心绝不参加。和童哥干什么？秋天做你的第一杯奶茶，把温柔的爱全面送达。几百个啊！做你的第 N 杯奶茶，哪怕西北风在外面刮，有好多司机要一起走。天高路远也不会害怕。因为是啊，朋友们，有些朋友可能马上会收到我们准备的花了，因为我们现在积极的准备过程当中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拿这盆花为例来举个例子，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收到花以后会遇到哪些问题，大家该怎么养护呢？首先，大家拿到这盆花，以这盆花为例啊，可能有些花在我们的花盆当中会有一些折断的情况出现，但是大家不要担心，可以顺着它的芽口，你看它这边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，顺着它这边。拿一个园艺剪把它直接剪掉啊，它也是会长出来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它不会长出来啊。像这个给的我们在发货之前啊都会进行一个修剪，就是保证它的情况是最好的最完美的给到大家啊。然后呢，大家回去收到的可能是哎这样的花竖起来的放在这个花盆当中。然后朋友们呢，就是大家收到花的时候可能会怎么样倒头的现象，因为路程过程当中缺水啊，或者倒头，大家不要担心，这种情况呢，直接把它剪掉即可。朋友们在收到花的时候呢，如果路上因为我们一直打过药啊，但是如果在路途当中它会再产生芽头，大家不要担心，可以使用比较其他芽比如金白银青，对这种药来做一个预后预防。然后呢，平时可以使用的一个肥料呢是叫做磷酸二氢钾，可以促进它的花苞生长。大家如果回去以后，比如说花它现在是长得非常健康，但是它回去可能倒头，或者是已经花开谢的一个情况呢，大家可以直接把它剪掉，然后一定要沿着芽口斜着剪掉，然后拿着一根一根可以插的扦插的方式也可以让它成活。然后呢，大家剪掉的这个枝条呢，大家不要担心，它从这里都剪掉了。它养分它会结在里面，然后继续生长，4天到50天就会生长出来新的一茬，然后就是大家自己亲手种出来的花了。然后呢，因为朋友们，我们收到花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带花的，有些朋友可能是带花苞的，路途当中有可能就开了，有的是没开了，有可能花苞收到的，还有朋友可能是有一些刚刚冒芽，刚刚冒一些小小花苞的情况都会有出现的。大家都不要担心，只要精心的浇水养护是没有问题，它一定能开的。还有大家回去如果换盆的话啊，这个盆比如它是大家不想要了，可以直接从这里拿刀把它剪掉，直接撕裂，然后套上我们的新盆即可。大家记得回去要给它赶紧浇水啊，因为路途，因为每个人的城市不一定，路途遥远，大家一定要及时补水，给它充足的光照，让它好好生长。加油吧，朋友们，你们一定也可以养好的。今天呢已经收工了，然后1000盆顺利完成了。唉，很忐忑，这一切都离不开兄弟们的帮助，真的。很多人手上都已经划了很多到伤口啊，被那个刺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满意。这两天太累了，大家好休息，晚安。Castles and cards that can talk. Welcome to Wonderland, look where you're at. Maddest of hatters, the Cheshire
cat, magical cabins, and lovely white rabbits with clocks. Dancing through a dream underneath the stars, laughing till the morning comes. Everyone that leaves sapphire skies, let's go exploring, or we could just go for a walk. Welcome to Wonderland, where should we go? There's a tea party along down the road. Make an appearance and maybe they'll sing us a song. Dancing through a dream underneath the stars, laughing till the morning comes. Everyone that leaves has a heavy heart. Oh, Wonderland, I love. Nothing around here is quite as it seems. Anything's real or a dream, and the only thing sure from the start is the song that's inside of your heart. Don't let it leave. If this was a dream, then at least I've got with a heavy heart. Oh, Wonderland, I love. Round one. 现在已经算长达八九小时的战斗机器，从开始，今天的夕阳也随之变化了。
希望今天可以早早收工。累不累？哈德儿，哈德儿，哈德儿，一千个包啊！